Hello， 快来买哦，玩具大特卖，宣布大减价，赶快来买。好。有屁屁猴。有超级溜滑梯，还有数学魔术师，还有那个猴子，还有这个达克比出任务。客人，你今天要买哪一个？我要这个。客人，现在试玩一次只要30块钱哦。烂的。10、23。总共是30元。好，谢谢你。来，拜拜。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孩子们的游乐场，我是冰爸爸。我是王超宇。我们今天要来试玩达克比出任务，那这个要怎么玩呢？它是恐龙动物园探险队，到恐龙的头，就要到它的尾巴的那一个格子。要比赛。耶、yeah, ！我们先完成了恐龙溜滑梯的拼图，看谁先从一走到105，谁就赢了。好。如果踩到恐龙的头，就要溜滑梯溜下来。对，表示被恐龙攻击。剪刀石头布。哦。看谁穿尿布。5、3、4、5，好，换我。耶、yeah。在我后面。1、2、3、4。4 1、2、3、4、9。是我，走错了，拿别人的。5 1、2、3、4，5耶，我超越你了。对呀，4 1、2、3、4。甩在地上吗？都倒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那这一个是恐龙。被吃掉，掉下来了。肉松。3。21、22。2。我做你1、2，耶，爬楼梯。22。再来22，再来是多少？23、24。5、3、4、5，终于不用被，终于不用被三角龙攻击了。哇！一下子升到67。Go go go！ 我怎么还在这里呀、啊？2、1、2。Go！ 81，再来是。82。再来。83。3、8、4、8、5，帮你。3步，1、2、3，那有丢到就到了。耶！所以这一场胜利者是阿达拉。恭喜恭喜！那我们有小礼物哦，非常棒的小礼物哦。那我们今天的游戏结束了，那获胜者是我们阿达拉。你喜欢这个游戏吗？喜欢，超好玩。爸爸还很小，我居然你都一直走楼梯，走楼梯。那相关还有同样系列的，有赖马的益智游戏，还有自然科学望远镜。相关的书籍在亲子天下博客来网站可以买得到哦。今天这个达克比出任务总共有3种玩法，我们只示范其中一种。这个卡片里面还有很多有讲述那个恐龙的知识哦。那我们今天的小游戏就先介绍到这边。好，可以认识很多恐龙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你订阅和分享。好哦。那我们在下个影片见喽。拜拜。那我们要颁发，等一下要颁发小礼物喽。对哈、哦。哇。这是什么口味？不知道。葡萄、芒果。哎，我要芒果。情人果、凤梨。
葡萄还有洛神。这一家号称是台湾的哈根达斯。那我的是洛神，哇，哇就是天然的啊。真想扒下去，很夸张。这样是在吃什么？看起来像乳鸭一样。你是中邪了。哦，拜拜。哦。这就不要业配这个了。哇，那这个冰好好吃啊！哈，那我帮你们拍一下慢动作。